喂，你好，咱家是卖楼吗，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鬼头，我现在的位置是沈阳市皇姑区，有点犯瘾呐、这属于啊是一片老楼区啊，我看见有出租的，这一看见这楼啊，不管到哪儿啊，我都想打听打听价。看见了啊，沈阳市昨天下了一场大雨啊，整整下了一天呢，满地的积水。我去看一下电话啊，然后呢一会儿打个电话。问问看他到底多少钱？在皇姑区这块这楼得有多少年历史？20多年了，这小区这楼建20多年了呗？20多年多呀！现在普遍都多少钱呢？6000吧。6000块钱左右一平。咱们打个电话啊，外边那个环境太嘈杂了，咱们来到室内啊，打个电话看看那个到底现在皇姑区这个楼到底是多少钱一平啊？跟刚才楼下那个大爷说的是一样不一样？咱们现场打个电话问一下啊，我用免提，我用哈尔滨的号打。喂，你好，咱家是卖楼吗？我刚才看了一眼，我忘了咱家这是几楼了的。林东街那个吗？你说？就是皇姑区这个。对，4楼。4楼啊，多少平啊？房子应该是七十二的，不是七三点五，三是七三点五，其实1点多，不到七三平。使用面积呗。使用面积我没记住，没太注意说房子上使用面积多少，没注意看。多少钱呢？咱那个？我那个中介挂60。多少钱？中介挂60万，然后你搁中介挂六十万？最低50几万。最低57万，那你合多少钱一平呢？那多久啊？我那有客户58，我还没卖呢。啊，你不是71平吗？不到72平，差一点点。不到72平，60万，7000多，8000了吧一平？差不多少？不到8000块钱。啊，能不能便宜点？这便宜不了了，最低75，最低50几万。啊，那过户呢？过户你就拿你标配就行呗。啊，过户你不管呗？那我还服啊，我肯定就是正常，该你交的费用你交，该我交的就是我交，就该费用该咋出就咋出呗。啊。我再看看别人家吧。行。好了。喂。哎，谢谢你啊。没事没事。听见了吗？8000多，刚才快8000了一平。刚才底下那大爷说的6000来块钱，但是还是有出入哈。这就是沈阳皇姑区目前这个老楼区，都20多年老楼区的房价。感觉我的视频真实，给个关注。这样一对比啊，跟我拍的鹤岗房价，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。下期再见。